这是一款可以玩很多模拟器的小游戏。嗯，没错。好，接下来我就不讲话了。再等40几秒即可。好的，咱们来看看鲨鱼的视角。好，鲨鱼赢了，威弟弟。好，那我们就先来等一下游戏开场，开始。然后就是可以放大缩小的，有时候有点。然后呢，我有一个同学哈，他说他想要跟我合作 Roblox， 所以各位观众可以期待一下，名叫 Noob 游世界的 Noob， 嗯，没错，好耶！我一般都是加入别人的船，如果没有的话，我就会用这一艘或这一艘。哎呦，这个，哇！气垫船不错耶，来邀请一些伙伴邀请。这边应该是粉，哎呀，我要自己开船，算了，没关系，那咱们就把声音开大。这个鲨鱼呢是，我们先把视角给放大，来方便我。这居然是个夜晚，然后这个渔船都有点不太好操控，希望官方有待改进。好，天亮了，一切就是这么的不合理。走，我们去干鲨鱼。鲨鱼，来嘞！我觉得躲在海底是最安全的，不过我也不想要弃船而跑。走，我们去找人。喂，一看就知道不是好人。哎，不要转得太过头。这是一个开船的哇小技巧，快跑！鲨鱼，我求你，手下留情，手下留情，手下留情，鲨口下留情。哎呀，嗯，好，我死了。接下来我们就等待吧。好，已经快要完了，那我们就来打一些简体字。哦，上课就是可可，可可可。我觉得他们应该看不懂一些，他们可是国外玩家。还有78秒。对了，我这边顺便讲一下哈，有非常多的免费衣服，像我身上这些全部都是免费的。不过有一些新手玩家就是不知道，就狂喷那些官方，就是官方也很无奈，我也不知道有没有无奈。所以呢，就请大家如果有免费的就拿免费的就行了。嗯，现在还有17秒。2 1 0，可以的，那咱掉下去吧。这个鲨鱼真是的，这边鲨鱼被击杀是代表时间到，生还者是两个 I 什么的跟 MY， 不想念。然后这四天我可能都会出一些影片，然后
可能明天或礼拜六，礼拜六或礼拜日或礼拜一，会跟我另外一个同学李彦勋合作影片，可能就是绝地或传说之类的。不要我鲨鱼，不要我鲨鱼。OK， 我不是鲨鱼，那就看有没有人邀请。如果没有，我就开这个。好。刚才是我的那个姨婆在讲话，所以可能就无视，没关系。呀哒哒哒哒哒！哎呀，怎么回事？乌漆麻黑的，得赶快找个地方坐下。好的，来开声音。不要开声音好了。这个会开船吗？没有人要开哦，那我来开呗。